求签呐、啊？求什么签哦？求姻缘签，那还是求财？不是啦，最近我心神不定，头晕目眩，想要求一支药签。哈？生病要看中医，吃一次药睡觉借口？没有看过要求签哦，这是有搞错不？药签你都不知道啊？我相信你们也不知道咯，一定要留守明知故问。不要忘记哦。